现在人在长庚医院，某告是肝炎或是肝炎发炎，现在目前在等抽血报告。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已经出现红疹的症状了。黄疸的重点，然后呢，又打了很多地方，手啊，抽血。原本今天去抽血，可以去，因为觉得全身很痒，然后去看。对，我是针头，这边也有一个针头。这几天已经打了1、2、3、4、5个针头了。对，事情发生在3天前，我呢肚子痛，就肚子上方疼痛，然后去挂急诊，急诊说我的验血报告说肝指数过高，然后回到家之后就全身发痒，然后眼睛出现黄疸的症状，没办法，黄疸，黄疸的症状，然后呢？身体会很痒，然后而且会想吐，全身没有力气，对，好像就是那时候医生是跟我讲说熬夜，可是我想说奇怪，熬夜工作什么的会好好睡觉啊，对啊，有睡饱，但就是还是很累，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要看是不是要住院，对，要住院的话就住院了。对